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这个角色的进度哦，角色的进度。那主要是给你们看我的这个包子的开门情况哦。好，那我现在资源的话，基本上只差一把武器跟大概150片的万能哦，150片的万能，好，它就可以升6星，然后可以开到6门哦。好，大概是150片，因为我现在已经快要升6星了，我身上还有200片左右。然后还有大概6门要再100片哦，那大概是将近200片啦、啊，将近200片的万能，我们可以给它升到6星6门哦。那到时候就会看到我的阵容就会多了一个6门的小笼包哦，小笼包。那它其他的系统我都还没有弄哦，都没有弄。好，没有关系，因为我们等到有武器2把武器，然后万能够了之后，我们再来一次给它做培养哦，因为现在培养。他上不了阵，其实是浪费资源哦，没有用，没有用。等到他可以上阵的时候，我们再一次给他弄上来就可以了。好，那我们今天来打一下这个王者殿堂。好，很久没有打王者殿堂了，我现在每天都这样按一按，按一按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之前的回顾，不是回顾，之前的打完了没？哦，都打完了。哇，看来我蛮强的嘞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哦。来看一下下，怎么都打完了耶？奇怪，怎么滑不动？滑呀，滑呀！好，看来只剩下六月份跟，这是不是坏了、啊？好，哎，这个 King 呢？哇，还这么强哦！已经打到这样子，还这么强。好，那没关系，我们先打六月份的这一队。好，这一队我们试试看，这一队试试看，一样，我们都已经点满了50%才有机会可以打啊、哦，否则其实50%也不一定会赢哦。这些高手实在是太强了。不过这王者殿堂算是蛮贴心的啦，它可以一直保留这个每一期的东西，让你变强的时候有机会可以拿到它这个奖励哦，不会因为说。你的现在实力不够，这些东西就完全拿不到、哦。等你实力够的时候，还是拿得到的。好，最高血的是女高啊，这么爱女高。好，还好，我还以为紫苑要去打这个中间那一列，就尴尬了。哇，我把紫苑拿来放一队了，我忘了改了，我忘了改了。那我们这样子二队可能有点尴尬啊。二队就剩下排数一个人哦。好，但紫苑不怕这个被这个诅咒，因为第一个回合他是免疫负面的状态啊。好，也好啦，紫苑放在一队，一队才会赢哦，否则。应该是会输掉，因为对面还放个紫苑在一队啊。没有武器的紫苑，不怎么痛。哇，居然是打火草啊！各位有没有发现，女高六门特别喜欢打那种单列单列的？好，好，这个紫苑也收掉了，非常好。那我们一队等于说是突破了，突破掉了。紫苑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啊、哦，非常的猛。尤其在一波流体系里面啊、哦，紫苑真的是非常猛的一张卡啊、哦！当然续航上就比不上排书哦，因为排书它的这个它不吃扣怒，又不吃什么控制，不吃什么，然后这个固定的比例的伤害啊、哦，其实更加稳定哦。但是紫苑这个爆发力实在也是一波流的
一波流非常好用的哦。好，女高应该是撑不住哦，因为我们现在女高只有大概650,000的战力哦。哎呦，哇，这么痛的吗？啊，差一点点就能收掉了，差一点点啊，让他这个触发被动。哇，那这样子我们的二队其实还蛮难打的，不好打，因为没有紫苑在二队帮忙啊。然后对面排输又满排了，危险危险。好，二队的话剩下，哇，前排沾枝，然后跟后排一支排输而已哦。好，除非他这一下有打排输，那我们就有机会哦。好，把排输收掉，拜托。排输收掉，排输排输排输收掉，排输很好，收掉了，很好，好，那我们有机会咯，有一点机会了。但是为什么我的排输血量这么低啊？好，打在老头身上很好，锁血了解一下。哦，还好。哎，可惜啊，排输没有满怒。很好，对面排输完全收掉了。老头钢铃声很好。哎，收掉了。哎，那我们应该是算是赢咯，算是赢咯。因为他的主力感觉是顺影跟。摄影跟这个排输哦，那已经两个都死了的情况下，应该是赢了哦，应该啦，除非我现在排输挂了，那排输挂了是真的打不赢哦，完全没有输出哦。很好，钢铃声，你看有超纳的老头啊，钢铃声基本上是可以直接回满哦，因为对面没有。钢铃声，因为这个自律率加的很多哦。好，满牌的牌输全部都开大。好，这个回合决胜负了，1800万的老头。好，牌输来这个做结尾哦。1088万，好，拿到了这个万能跟钻石。好，那我们刚刚是打，天哪，这个真的拉不动。好，就在这里不要动。好，我们是打这个嘛，英雄 ACE。那我们再来打这个，哇，好强啊，好强啊，牛逼啊。好，我们改一下阵容哦，我们还是先把强紫苑放在二队哦。他这个跨步进场地方换了，还有一直找不到。好，这样子，这样子我们即使一队输了，二队也有机会可以一打二哦。好，应该说一队一定会输哦，100%输哦，200%输哦。哎呀啊，我没有给他点到50%、欸，算了，应该没有关系哦。46%跟50%，差一点点啊。反正我们一队突破了之后，二队应该是不会，也蛮困难的哦，战力好高哦。这是两个月前还是一个月前的这个战力啊，太恐怖了。好，打到第二名的奖励就有钻石100跟这个两个万能哦，其实算是不错哦。
好，最高写的是这个，这个台书啊，理所当然。好，好看能不能够带走一个谁哦？应该是不行哦，因为每一张卡都不是能够带走的角色哦。好，至少把傻白的盾破掉、哦，那我就心满意足啊。好，打傻白的盾，傻白的盾，傻白的盾很好，破了。弄破人家是最开心的事情了。好，这个风八援护啊，风八带双子啊，这个组队是相当的强哦，而且是全满哦，各位，看他那个豆子数哦，就知道他的这个三个战魂、三个援护是全满的。好，女高被一招秒，哎，我可怜的女高啊，强极一时。现在被这个虐成这副德性啊！好，果然是几乎是无伤害的情况下被打爆啊！对面几乎是无伤害哦。而且这个牌书还让他凑满牌了，真的不是一件很友善的事情啊。好，不过也让他消耗了几次这个援护的次数啊。啊，鸟尾，还是给他全部爆气啊。好，带走一个谁吧，雅典娜或者是火草都可以。好，先带着火草，然后排出去打超纳两次，好吧，打在这个盾上面哦。好，也好，傻白先拿掉好了，傻白应该可以拿下，因为这个紫苑是固定找血最低的，很好。好，基本上开局剩下他四张主力哦，因为他火草跟傻白本来就是偏弱哦。哇，这四张主力跟我一模一样啊，一模一样。不过他的明显战力比较高哦，明显战力偏高。哇，还好他吃到牌书的血哦，那我们超纳应该是安全了。好，可以一个补上来。打这一列嘛，可以打猫呢，二段打猫。好，收掉了，很好。好，再收掉一个这个二代梁，很好。哇，可是我们的牌书血量有点不妙啊，等一下被这个连续开大暴风魂就尴尬了。哦，还好，打超纳比打牌书好多了。好，抽一个血最高的是谁呢？紫苑啊。好，这样子我的超纳还是有一点点小危险哦。好，让我都活下来吧，都活下来。打猫呢？不要，不要，不要！哎呀，哇，真的差一点点啊。如果超纳活下来的战况就差很多了哦。哇，完蛋了，这局有点不妙哦，有点不妙。因为我们这个牌数又没有满怒哦。
前排等下基本上会被清空哦啊、哦！不妙不妙。控制呢也控不住，排输，除非我们瞄准排输。哎呀，差一点点。好，紫苑也去了。唔汤哦。好，打这一类可以。不要，哎呀，好吧，那我们前排剩下一个可怜的老头哦。好，要连续开大，连续开大，很好。好，紫苑看有没有机会把它收掉哦。可以收掉。好，这样子还有一点点机会对他的二队吗？啊，可是我紫苑也已经跑过了，跑不掉了。好，这个开局可以哦。开局的话，没有人伤亡，老头应该会死吗？没有。好，老头撑住了，有机会，有机会。好，三个大，就三个大焦作人了，一千万。再一千万，还是一千万啊！可惜这个所写的这个不是所写免死的这个太烦了。哇，他吃了我一堆一千万啊，这个天狗太赚了。哎，收掉了。好，那有机会哦。不要啊，为什么要打紫苑？不要啊。好，老头锁血很好。完蛋了，那这个准备要一挑拳了。可是还有老头哦，如果没有老头锁血的话，基本上应该不会，应该是可以的哦。锁血老头实在有点烦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多只？哇，大神啊！不要不要！哎呀，刚好被暴击到，伤害是很惊人的。好，那我们就一个回合收他两只吧。不要不要！哇，这个顺影真的是坏坏啊！好，先把这个难缠的家伙收掉。哎呀，怎么又没有触发暴风魂？哇，他的卡都是六门的，连老头都六门啊！好，排叔继续在这个血量边缘讨生活。不要不要，好，很好，好，稳下来，稳下来。可以先收掉你这个臭顺影啊！哇，他的这个被动两个回合还没结束啊，尴尬了。好，又满血。哎，顺影这次反而没有满怒啊！哦，对面顺影这个暴击率实在太高哦，即使抽到红桃，还是拿他没辙哦。很好，终于死了。看来我们一挑拳要达成哦。为什么又起来了？卖乱啊啦！这个对面的大蛇原户把他救起来了。好，很好。这个没有开大的老头就没有锁血了。哇，他起来之后又触发了一次被动哦，这个机制是不是怪怪的啊？正常起来之后应该不能再触发被动了。
好，不过应该是，应该是还好哦。他前排已经被破了嘛？哇，这个牌书真的是牛逼牛逼，只有牛逼。很好，胜负已分。再回咯，没有被动咯，1200万。女高也是，再回咯，1000万。哇，这场打得真久，吓死了。这个还好我们牌数靠得住哦。OK， 那我们就分享到这边吧。下一次的话，这个希望我的这个小笼包应该是差不多了，因为他下一次要出武器扭蛋应该还有一个多月哦，那一个多月差不多200多片万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就分享到这边吧，各位拜拜。